大家好，我们来到深圳来体验 kickboxing。 大家应该很好奇 kickboxing 是什么吧，我们来体验看看。馆长你好。 Hello。 馆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个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手绑带，就是保护我们的手腕，还有保护我们拳头的拳锋，让一些初学者甚至是一些职业选手在训练或者是对打上面都能够保护自己的双手。那我想问的是 kickboxing 那是什么东西耶？kickboxing 它的名称从字面上来翻译就叫做踢拳击。那一般的民众它比较通俗的用语就叫自由搏击。自由搏击。对，那 kickboxing 它并没有手肘的部分，它讲究的是快速的拳腿组合，让观众啊或者是一些不懂的人看起来它非常的热血。对，所以我想体验看看。没有问题。我想挑战馆长。好，我会做好心理准备，等待你的挑战。好。kickboxing 它最主要的就是拳腿的连贯，就是你的拳头跟脚要连续性的，不能够有中断。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待会我们就做正面的攻击，勾拳踢右脚，在正面的攻击，直拳踢左脚，可以吗？好多动作啊！来喽，准备好了吗？好，差不多，还没，扭一下。OK，Let's go。好，刚才你已经经过初阶的训练，那我们现在要来做另外一个进阶的组合。那现在呢，我们要加强左边的攻击，所以你连续以后，你可以打两次左边，再踢一个右脚；连续以后，你右手也打两次，再踢一个左脚。啊！喂！啊！对对对！啊啊！对，连续叫起来。啊，踢，对对，看你爆发力就上来了，哎，对对，哇，太厉害，哎呦，哎呦，哇 ，nice， 哇，太棒了，你可以击个掌吗？怎么样，阿飘，很累吧？很累，对，所以你看哦，这一项运动他才做一点点时间，他就已经满身大汗了。啊、所以不论你是有经验的还是你是没有经验的，我都非常的推荐所有的大众一起来学习，不管你是男女老幼都非常适合。你看他一下消耗这么多热量，女生想要有健美的体态就可以一起来运动。